养脑子的方法是鸠浅宜深啊？哎，不对，七上八下，你中文都学的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上来就吃黄瓜。嗯，黄瓜好吃。我们今天来吃火锅。据说，如果人有烦恼的话，吃一顿火锅就可以了。如果烦恼解决不了，那就两顿火锅。我们今天做三两顿的，一个是清水的，一个是什么？番茄的。番茄的，为什么要点清水的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清水的不要钱。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穷啊。嗯。都吃一点再对，我觉得清水的没减肥。没有热量。对。再吃一个橘子就可以了。我点了鸭血，你鸭血会吃吗？鸭血，橙子，尝尝可以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所以我就在来这份里面不是尝过吗？它那个鸭血不太一样，这种是鲜鸭血比较红，基本对，然后鸭血粉丝那个鸭血是比较黑那种，嗯，懂了吧？看一下看了，我感觉你已经没什么可以尝了，都吃过了。对。都吃过，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。就是出了那个牛瘪汤。牛瘪汤有朝一日一定会让你吃上的。对，现在没法出去，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尝一下。好嘞。没想到这个鸭血节这么红啊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很鲜艳的。可以自身吗？鸭血自身。对，鸭血自身。好，谢谢。还要那个了，对，对，放番茄这边。哦，这个是血，你知道吗，大斌？你要吃吗？六分钟是吧？好，我先去加一些调料。好嘞。好。这个是专门用来蘸鸭血的调料，服务员刚刚给我们的。老公，你要吃哪个呢？我随便呀，你做的都好吃。那你少吃一点，我要多吃一点，是吧？那毕竟是要变成我最大妈是我呀，不是你。你怕我吃多了胖了不好用吗？我不怕，不可能的事儿。好，稍微点了一点点。黄喉。鱼牛鲜、哦、还要喝小美茶。吃货鸭血好了。好吧、嗯、这个是专门蘸鸭血的。你以前没吃过吧？这种没有。嗯，这个辣吗？怎么样？像果冻一样。嗯，好吃、哦。你很有潜力成为一个吸血鬼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很会吸，而不是血。那你要尝尝吗？大B送了个小兔子给大B。你要吗？啊？兔兔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呢？就是、啊。你还是尝一下吧。我来尝一下，大B。你吃的。嗯。哎，辣的辣的。冰淇淋。冰淇淋。嗯。这个是娜大莎的粉丝送的，在这边上班。来来来，表演一下。好久没有吃。你要拍吗？你不要拍，我不好意思。看看你的这个嘴能塞下多大东西。哦，好轻松啊。嗯。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，兄弟们。
吃货吃货，你爸爸妈妈喜欢吃火锅吗？我爸妈特别喜欢吃火锅，我们第二年去乌鲁木齐那边，我们去那个自助的那种，哎呀，你不知道他们吃了多少，我估计老板到最后开始哭了吧。给年轻的老板上了一课。对，反正他们特别喜欢火锅，所以我这次给他们寄的东西。底料寄了吗？寄了呀。哎呦，忘了提醒你了，还好你自己聪明。嗯。跟他们排一起吃火锅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排。啊，对了对了，这个我发现很多外国人啊，有中国很多菜他们都吃不惯，但是火锅好像都很喜欢。因为火锅特别好吃，尤其是这个调料啊，调料，对呀，特别好吃。我最喜欢吃的毛豆来了，然后毛豆的方法是就浅一深啊，哎不对，七上八下。你中文都学的什么东西啊？很有水平的。马大山，尝一下你这九浅一深的毛肚。我是七上八下吗？我今天算是学到了呀。以后去吃毛肚，我就跟别人说九浅一深。我说错了，我是外国人。哪里学来的呀？你难道精通一些日本文化吗？谁没学过这个？你说呢？我没有。哎，来，我来看一下。哎呀，里面有人干得正大。嗯，好肉。老公，你最喜欢吃黑色鲍鱼来了。啊，我不。不喜欢吃黑色的呀。你喜欢吃。我们现在开始跟大卫玩玩，吃完了要消化消化，这是我们的小孙悟空。大卫来呀、啊、那个表情呀、啊、你做一下表情，孙悟空的表情。好可爱呀、啊、还有尾巴呀、啊、你这是现代的孙悟空，小心，咦，真棒。